三、二、一，起爆！这批过期的废旧弹药，主要包括22毫米的信号弹、82毫米的烟雾弹，以及64毫米的含弹头的自推式火箭发射器，共计1300余枚。我们只要采取电气爆的方式对其进行销毁。这个过期的废旧弹药，我们在销毁过程中，它存在很大的危险，特别是我们存储、搬运过程中稍有不慎，它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。特别是那些自带弹头的发射器和信号弹，如果说我们有碰撞，它就会自爆或者燃烧。这是我们首次执行外军弹药的销毁工作，在前期我们并没有相关的经验以及做法可以借鉴，只能够严格依照规定的流程一步一步落实，然后凭借着专业和精湛的技术现在我们圆满完成了此项任务。幺四六完毕。幺四六完毕。